十九日晚，于浩明为妈妈庆生，并晒自制的蛋糕写到：“今天我妈生日，第一次亲手做蛋糕给她庆生。剧组条件有限，卖相也一般，但我妈说这是她吃过最好吃的蛋糕。生日快乐，爱您。”照片中，于浩明妈妈手捧着儿子给她做的巧克力蛋糕，满脸的开心。于浩明和爸爸一起将妈妈搂在怀里。更温馨的是，父子俩戴着同款亲子帽，一家三口超幸福温馨。回顾于浩明之前的动态，可以看出每年总能够看到于浩明对母亲的祝福。在于浩明事业与人生低谷的时候，家庭给予的温暖让于浩明坚持了下来。有了家庭的陪伴，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。此幸福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“在这里先祝阿姨生日快乐，更是祝愿你们一家天天快乐，时时开心。”心地善良又孝顺的小哥哥，现在的于浩明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回归，不靠颜值，靠实力。现在的于浩明已经重生，再用自己的努力收获更多粉丝的支持。